众，八位选手可以做选择。那这边绿点的话就是选手，就是选手选择。那这边的话是地图，这边先进入游戏画面给您做参考。那挥杆练习的部分的话，一律都是在球棍上进行游玩。那杆子的部分呢，一律都是用木杆，就是这个杆子加上那边那两只杆子，对。然后后面呢，可以用杆子来进行高度的调整。然后呢，进入游戏画面之后，用力朝荧幕挥击就可以了。那挥杆的话呢，因为杆子有长度，那球也可能会乱飞，那会建议就是其他人在后方就是观看就好了，以免受伤。那第二个项目的话是我们的推杆练习，推杆练习的部分呢，它就没有选手的选择，它是球动的选择。那这边的话可以选择裁判，那可以使用我们的推杆杆进行游玩。那它的话呢，就是在旁边这边草地上进行杆令这样子。那球的话会自动出球，然后呢用推杆杆然后推到杆子里。推杆杆是这个吗？最右边那一只。最右边的。对，你说这只长得比较不一样。这只吗？对，没错。哦，好。那十八洞高尔夫的部分的话，它就是一场完整的比赛，它是有八位选手，一样八位选手可以做选择。那这边一样是地图。那它游玩方式呢，就是开球第一杆，就是挥杆的部分呢，它是用木杆来进行开球，然后是在球棍上进行游玩。那后续的部分的话呢，从第二杆开始呢，就是使用铁杆这边，然后后面呢把球放在旁边的草地上，然后挥击游玩这样子，然后最后再使用推杆把球推到洞里面这样子。对，那这边的话就是整体游戏的介绍，那这边帮您回到游戏的主页。请问一下，那个推杆是我就直接挥它吗？挥它出去就好了吗？推杆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只有挥杆的部分，跟第就是第一球跟挥杆的部分呢是在球棍上，那后续的话就是帮我放在草地上。OK， 等于说只有第一球是在上面。OK， 好。因为在正式的高尔夫球比赛里面，也说第一球他们是会使用那个来，就是有一个小架子，可以把它当击球出去。那后续的话就都是草地上，在草地，对，所以这就是在模拟它这样子。OK， 好。好，谢谢。那这边把游戏交给您。好。一号选手，请就位。请挥杆。哇，超远的，而且你超大力的，多少？几百？应该练习一百吧？现在多少？130。更远呢，换我了吧？换我了。你先看我那姿势对不对？姿势对哦。OK。我看你会很高。啊，我掉了。蹦开了。啊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终于可以了。这样大姿才行。一号选手，可以哦，成功。你刚才50吧？50啊，好。很强啊！我从15变50了。对啊。哎，不行了，怎么没有回答？啊，失败了！啊，失败了！我再换小一只一点看看。嗯。所以小只我就可以了。你手放松的时候，就是你现在手放松，然后球杆就会自然放到地上。对，这个位置就是你提杆。对，轻松这样打就好了。可是我刚看你有弄起来，我才学你的。啊，对啊，我会弄起来，但是不用太大力啊，因为那位置怎样？你的位置就不用动了。可以哦。多少？多少？大概有50吧。哦，25啊！抢到一号选手，请挥杆。我一直挥空，对啊，我觉得太那个远了。我超过15了。哦，越来越进步了。有。一号选手，请挥杆。
不同。我刚刚说那个杂草区，啊，失败了。啊，又是水公文。好，来，我换你。好。完了。就是放松这样子吗？等一下那个身体那个位置不要动，你的球的位置就不会改变。上。哦，身体不要动就对了。哎，你多少啊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多少。哦。哇，好可惜哦。蛮大可以的。对吧？你又小不行，本来想要小可以飞更远，对不对 ？No。大的好像比较有力，我觉得。大的好像那个面比较大哦。对啊，我刚刚打大的打的比较好哎。我打小的打得好烂哦。哎，你打到地板了。地板痛死了。完，你把拨掉了。哇，超远的，而且大的打起来声音很爽感哎。哇，超远的，好像超过65喽。你看你外面的小粉丝，有三个小粉丝。多少？我刚没看数字多少啊？哇，超远的，一百超远的。我刚刚最多好像六十几而已。十几而已。求到一号选手，请回杆。感觉家里如果有这个，好好玩哦！我觉得这个比我们在外面好玩呢。六十几耶，都是小朋友的游戏。我说也比早上那个推杆好玩。哦，推杆那个有点无聊。因为它这个有数据的。真的。在它旁边都会有每次击球的数据。对啊。而且它还会有那个模拟泳池，还有草丛。哎，你怎么越打越近啊？加油啊！哦，好像很远哦。多少？哦，打太低了。还是其实不用挥杆挥那么高。我刚刚好像低一点，挥的低一点，好像。你好像姿势越大，打得越近哎。哦，多少？高尔夫球选手都这样啊，你要把放到这里啊。对啊。哦，那这样不就是靠手臂的力量？100耶，100，哇，到水沟了，100多，其实蛮远的。那这样高尔夫球不就臂力很强？没有啊，身体旋转的力量也可以。哦，难怪我现在就是我坐骨神经在痛，我不能旋转，难怪我打得那么弱，不然我以前都打很远呢。我之前在大学，我是直接在草皮打的。我现在腰不能动太大，会痛。我的梨状肌不行啊，在发炎，在痛啊。求到一号选手，请回杆。好像一直掉到水池哈。哦，没有，这个没有。这没有。哎呦，快到200了，100多哎，一打好远哦。不错不错。
多少？哦，快到200了，还没到。我等一下想要用推杆的，推杆比较不激烈。多少多少？我在打五球。好。收到，一号选手请推杆。哇，超好听的！快，我没100多，不到150。收到，一号选手请推杆。哦，哎呦，快到200了，是不是有到200啊？150啊！一号选手，不错哎，都打到100多了。你爸打多少啊？不知道哎，肯定比较厉害吧？是哦。哇，挥空打到地板，地板被打死了。差不多150，好像打不到更高了。好像极致的吼。一号选手请回杆。好，我们有小粉丝。一号选手请回杆。100出，好，换推杆吧。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打。我家准，我们的准度太弱了。好，我们比看谁最小的球就进洞。赌什么呢？赌什么呢？啊，赌那个好了，那个娇娃的那个基金是我们谁出？我出还是你出？这样用零用钱出哦，500好了，赌500。嘿，他怎么看谁赢啊？哎，你刚才已经会几杆？四杆了，四杆进洞了吗？你是五杆还是四杆？看点像啊，忘记了。啊，那我应该要五等奖。啊，我应该站，能站你前面的，站你这边可能比较好看。会不会到你啊？不会。哦，我变直了，但是我太大力把它拱过去。对，轻一点。我要轻一点。我刚挥太大力，有点习惯。几球了？3球了。3球了吧？加油。那其实这个推杆蛮适合女生的，对，比较不会那么激烈。我刚刚挥到手好酸，我掠过它了。对呀、啊，轻轻的。这是超过了啊，超过了6球。啊！我只掠过它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7球啊！我输了，我又输了。没关系，轻轻的。我应该垂直才对了啊。姿势是不对，应该垂直。嗯，好像是。应该垂直才对。垂直。啊！我一直路过他。很直哎，但是太大力了。我一直路过他。哦，有了。哇，他出来，哎，他滚回去了，可以了，哇，10球，赞哦，是吗？10球还是11球？可能11球吧，11球，好，我输了，那输500了，我们再赌一局 ，3, 2, 1，轻轻的，嘿嘿。太轻了吧。超过了，
输了。Yes， 你刚才打几球？六球。几球？五球。三球吧。怎么感觉好像四球了？是吗？哦、啊！他想五球进洞啊！哦，六球很强耶、欸， yeah. 又是六球，好换我。刚好不是比一个巧劲啊，感觉是比一个巧劲。一开始一个力量啊，然后后面是巧劲啊。因为它涉及到那个准度。对啊，准度跟巧劲。嗯。哦。哦，我差一点，差一点两球都直接把你那个秒杀哎、欸。真的。我差两球了。这轻轻的。有啊，很准啊！啊，他裂过了。剩下几球？四球。四球哈、啊。我这球要进啊，不然我就输了。可以可以。啊，进赢了，好强啊！所以我自己赢了、啊。你要出五百。啊，认出五百。耶耶耶！一人赢一局。3, 2, 1。十下谁推的进的球比较多？哦，进的洞比较多。哦，我进了，哎、哦，我进了一球，一个进洞，那我就是我进了。好，看你，你要十球打完，看你进几球啊、哦？好啊，我感觉很厉害耶，这对我很有利哦。欸、好，第二球啊，好可惜，没有，没有，我看一杆进洞，我想说我获胜了，到候选胜。一球，第三球。哦，哇，好强啊！我应该先比这个的，他过账，他过账了耶。对呀、啊。四球耶、欸！我四球都中三球，那、啊、还是我们比四球，啊、你也输得很惨哦。啊，加油！四球，好。啊，不可以。现在几球？五球中四啊！五球中四。不是啊，刚刚我是四中三啊，是、哦、五中三。五中三啊！别有我姐会分心了，我被六中三啊，我被那个分散注意了。轻轻的，七球七中四。哦，差一点，七中四。八中四哦，八中四，欠一半哎，欠我只有一半。哦、，Nice shot， 他说话了 ，Nice shot， 打很好哎、欸，真的，九中，欸、他把你移到前面，他说你打太好了、欸，九中五了，所以他是说我准度很够，嗯。好了，十中五，好，看你，他没比十球，所以等一下又突然又赢了。这次我是比前次比按摩一次，哈哈哈，因为我前面打太好了，所以后面难度提升。你刚刚还想要降低那个什么程度？好贼哦，调整模式哎！啊，变全面了，哈哈！我玩还是改来改去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我比较幸运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竟然打太烂了，他给你前面一点，嗯，好好笑哦，他很人性化哎！你是打五球啦，五球都没进，哎呀，看来。我按摩已经是得偿所愿，没中。他没有给你加油。哈哈哈！有人在看你，失败。失败加油！他说你失败。轮回没了耶。中！哎，为什么我的一直换？哈哈哈！想要帮自己找借口，还说一 round 一 round 玩。啊哈哈哈！
小伙子，精准度不够吗？小伙子，哎，蛮有趣的，他一直换。我好想知道你最后的评语是什么。他没有评语，他就是失败加油啊。我想看到你的评语这个。我刚刚有 nice shot 哎、欸啊，我刚刚有 nice shot 哦。那他最后打完一整轮，他会给你一个分数吗？不会啊。你这样打几颗了？你现在只有进一颗哎、欸。他左边三颗，他已经叉叉叉啦、啊。然后右边刚刚打一颗进了那个圈圈、啊。所以你四颗了。好，我再把你算那个球数，四颗，五颗。五颗，蛮好玩的，它会不同场地给你跑一圈。对呀、啊，超好玩的。早点玩这个推杆嘛，刚刚挥的手好痛。五颗喽，六颗。哎、欸，还没登车道。我照算。哦，七颗。八颗，没了，没了，失败加油啊！好啊，所以你失败了，换我喽！哈哈哈哈，我肯定赢过你了。哎、嗯欸，怎么这样？为什么没侦测到？没关系，我这样还是有机会的，孕妇友善。那怎么第一颗球那一直打一直打？孕妇友善啊，他侦测他是孕妇。啊，太大力了！有了，侦测到了。孕妇太大力了。哦，变高了，变远喽。啊，可惜。差一点呢，其实我还可以耶。很直哎。对啊，我好像蛮会推杆的。感觉现在有这个好像不错玩，哦，太大力了！哎呀，一颗都没中，我该不会要失败加油吧？失败加油！我刚才小天后呢，推杆小天后。啊，希望的。啊！这草皮斜斜的。失败了吗？你剩两球，两个洞。Oh no！ 我刚刚有失败吗？哦，差一点。哎，好像我在加油哎。还有一颗，还没，还有个洞还没打完。啊，该不会我要按摩你了呗？加油啊！感觉打高尔夫很好玩呢。哈哈哈，跟我刚刚一样，我笑你。哇，你都是滑过哎，你滑出来。说要站直的、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第二次也失败了。哦，所以台风天也可以练打高尔夫，在家练。对、啊。可是实际的草皮有倾斜吗？实际的草皮不是都平的吗？有啊，有倾斜，有地形啊，地形的。哦。哦，来，你
你即将要失败了，我好开心，我等下就可以放到失败加油。哦，真假你失败了？啊，好惨哦！看一下我表现，我不能输，我要获得按摩券一张。我现在已经累积一张，我要到第二张。哦，这样滑过去。哦。跑回去，为什么都没有被侦测到？因为他给我练习啊，他对我比较友善。有了，Nice shot！我看我样子，我要赢了。可能？我已经赢一球 ，Nice shot！ 我在剪这个当没有片头好了 ，Nice shot！ 学他哦！你别乱干扰，你以为干扰是表现失常？我更近一点喽。他一场要打不好，他就会给你近一点。没有啊，他会侦测啊，侦测你是球有没有？哇，他命很高！啊，差一点！他吓我哎！有变呢、啊、但是 Oh no 滑出过去了哦、没有了，你还是赢我的一次